局长，你亲自嚟现场指挥啊？好对唔住，空战船桥被击中，破坏程度好严重。见到局长，你同赐完飞翼都冇事，我就放心啦。系爱爱你，你系咪爱爱啊？系啦，伊华，要你咁担心，我真系过意唔去啊。发生咩事啊？你唔系先散咗嘅咩？我不知喊得几伤心啊！又话你同爱爱已经分解成粒子咁。伊华，其实我最擅长嘅能力。并唔系量子，而系粒子嘅变换，唔单止所有电子流系，就连所有嘅粒子，全部都归佢支配，系拥有资级能力嘅 E.S 成员，我一直都以为系传说嚟，估唔到原来真系存在嘅。死你我！不过到咗极限啦。点啊，爱丽丝？ 马力，下降百分之65%，右边机翼中弹，损毁脱落。伊华，是你我，伊华，是你我，出声啦！你影响我。佢拥有超级嘅能力，极其量都系人类所容许到嘅力量。 同我而家嘅能力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人类嘅光芒逐渐咁消失紧，我真系好憎恨自己，点解我冇能力挽救今次嘅浩劫啊！我都系一样，你真系唔谂住插手？ 一定要留翻一个人，将件事嘅真相话俾全银河知嘅。其实最想去帮手嘅人就系你，善利杜拉，善利杜拉啊！迪斯天啊，见到你冇事咁就好啦。善利杜拉，
实在太痛快了，我咁多年嚟嘅心愿好快实现啦！雅老父，乜你仲生存紧咩？安妮，雅老父，老实讲啊，你同我完全一模一样。做人的时候遇到的都是不开心的事，所见到的都是痛苦的事，我不会再翻转头做人类的了。我要所有人生出诺威士这样怪物的人类全部都要彻底消失。看来没办法救到了。在左边雅鲁芙现在的弱点是在左半身。我之前和雅鲁芙在宇宙方舟受到攻击的时候，我是伤了右半身，而雅鲁芙左半身就留下伤痕，右半身没有任何感觉。所以当时你们停了攻击我们？没错，就算得到几大的力量都好，心灵始终是会记住身体的创伤。支持到吗？你哋想点啊？唔系睇风景系嘛？坚持到吗？以我目前嘅情况，似乎未有足够嘅力量。领袖，出嚟帮我手啦！你想做乜嘢啊，安妮？如果讲力量嘅，我有用唔尽咁多，系咪？我要奥利花嘅防护接收器，尽量去吸收多啲我嘅力量，再用次元飞翼做能量变换器，就可以将力量传送俾爱丽丝。唔好啊，安妮！安妮，你应该好清楚咁做法嘅后果系点嘅。而家有能力制止到雅鲁芙嘅，只有我哋两个。放心啦，爱丽丝，我系不死嘅 ES 成员嚟噶嘛。小心啊，安妮。灵兽负责保护我哋两个，快啲啦！点解佢哋撤走防护网嘅？决定放弃？一定是有什么阴谋。你的力量传送给爱丽丝了，下次攻击就到了。艾里普斯，我信得过你的技术的，交给你。弗雷西亚卡基奈丢，不理是什么诡计都好，没了防护网的缆阵，看看怎么抵挡重新攻击。今次弊啦，避唔到咁多添啊！同我彻底消失啦！我曾经做过人类嘅证据，一切同我消失啦！啊！弊啦，嚟唔切啦！啊，系海龙，系图丽丝姐姐啊！脱离啊！你啦，安妮，安丽丝，咁嘅。
是不是完结了？不是，还未完。好想要我的左手咩？是这样我就将它送给你，我会自动修补。咁样嘅，你想做乜嘢啊？唔通你打算令到佢复活翻？我系唔会俾你咁样做噶。你唔后悔？唔会，只要有你喺度咁就得啦。你个安妮。只是矛盾王来的，赢了就走，等我没得追。安妮，我们永远会记住你的。自从宇宙方舟件事告一段落，我都唔记得经过几长时间。总监，我哋好耐冇见啦。不过，无论过咗几多年都好，我哋住喺银河系嘅所有人类，绝对唔会忘记呢件事。你醒啦，安妮。好对唔住。杜伟，做乜嘢？对不住，不知道行不行、啊、我拥有的这种力量除了我的女，我未试过用在其他人的身上。是吸收大法，利用它将力量的吸收再逆转。你救回我妈妈，我感激你。不用客气。不好意思，我想你借少少能量给我用下。我很希望
可以陪住我个女到最后一刻。妈妈在这里，我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的。亚路虎，看下，这个就是地球，这个地球就是银河系所有人类的故乡。蔚蓝一片，真的很漂亮。哇，好漂亮啊！这个就是地球来了，是不是哥哥？是啊，同课本上记载的一模一样。妈妈，安妮妈妈，做乜嘢？伯呢？笑俾我睇下。够钟换班啊！哦，好闷啊！呢份工清闲到不得了啊！咪辛苦啦，监察员嘅责任系好重大嘅。真系估唔到啊！我哋庶民都约出席行星联合评议会吓，真系有种恍如隔世嘅感觉啊！哦，伊萨古先生，上次。全靠贵财团帮手才渡过难关，我们衷心多谢你。第一项议题就要向各委员汇报一下有关亚特兰斯型可以前往岛宇宙的巨型太空船宇宙方舟的建造情况。船上所有零件已经严格检查过，船的质量这段期间真的发生很多很多事。出席委员会的会议计划改了，看来暂时抽不到时间去你那里了。咁实在太遗憾了，总监最近好忙啊。以顾长官所留低嘅位置，我一定要努力去延续。因为长官佢好有远见，一早就预料会有今日嘅局面。嗯，都系啦，已经咁晏噶啦，唔阻你啦，再见局长。不可以浪费时间在回望过去，我们的一对眼是用来看前面的事物的，知道吗？是的，是的。他很得意啊。不得的，这样他会很猛整的，你要这样抱他才会定一点的。这个 BB 是你的？啊，不是啊，个 BB 是我们一个朋友的，他的名字叫百利。叫百利啊，你好吗？你的 BB 是仔来的？是啊。咁多位你们好吗？我的名字叫安妮啊。啊？男仔改个女仔名，你们实会觉得很奇怪的了。以前我有个叫安妮的朋友成日都帮我的，所以就改这个名字。等他们第日大个识性嗰阵，我想有关洛威士的一切都一定已经成为陈年旧事的了。好了，探访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前辈啊，我个心始终都好紧张啊。你的接待处的客人呢，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的，他们的心情一样很紧张的，所以我们做接待的绝对不可以都这么紧张的。啊，这又是，我明白了。我以前读小学的时候，曾经经过老师来这里参观过的，当时还遇到恐怖袭击。在这里很好彩，当时接待处的女职员奋不顾身救了我，所以我毕业之后就拣了这份工作。哦，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来这里是参加反恐研讨会的。是的，先生。够钟换班了。下一间翻依间，知道晚安你。OK， 艾丽丝。そして私は今日も戦い続ける。何よりも私の中にも同じように住んでいる彼女と。それが明日という名の約束を守ることと信じて。